袋子一直发出喵喵喵的声音。Oh my god！ 哦、oh ，到底是谁这么缺德啊？我会照顾你啊。他那个袋子一直发出喵喵喵的声音，然后他现在没有动了，我有点担心。我现在要下去把它捞起来。哎，哎，哎，啊！好像真的死掉了，哎，完蛋了。Oh my god, oh my god. Yeah, little buddy. 天哪，我的手都在抖了。赶快赶去宠物医院。河堤里面捡到的小猫咪，它有点虚弱。掉了的感觉，应该脱水很严重。我们先把它拿去宠物医院看看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被放在塑胶袋里面，丢在我们家这里的河堤，到底是谁这么缺德啊？我会照顾你哈，没事。这个袋子把它装起好了，加油啊！加油啊，小朋友！他看起来还好吗？因为他整个看起来还好、啊，他整个人能够整只猫咪。他可能是没有吃东西，然后可能比较虚弱而已，但是看起来外观上也还好，没有什么明显的。的那个伤口啊，体温也正常，体温也正常。我觉得，但是就是，不然我先带回家观察一下。我觉得目前看起来是还行，没有什么猫瘟或什么感觉。对，它也很干净啊，你看它也没有什么。什么就是，可是当然就是有点拱形啊。对啊，怎么会这样？不晓得是，但是并没有什么很异常的一个反应，不然它反应都很正常啊。我觉得它可能是不是虚弱这样而已啊，偏瘦，但是也没有说瘦到很夸张。现在医生是说看起来没什么事情，先回家观察个几天看看。嗯黑色的小猫，然而他现在就是要跟乐乐做隔离的动作，因为医生也不建议他们两个马上放在一起。他现在是住在我的浴室里面，这是我的浴室，不是洗澡的啦，就是上厕所的浴室。那我帮他准备了一个，这是乐乐的外出笼，那就先暂时当他的窝。那这是刚才关剩下的食物，然后我开了一个小小的罐罐在这里，还有水，因为我们家没有多的猫咪使用的餐具，而且那都是乐乐的，我也不太敢拿给他。看他脸小小的，应该可以先暂时用这个。然后帮他做了一个简易的猫砂盆，他看起来就是比较没有精神啦，真的就是没有精神。长得也非常可爱，其实非常的可爱，就也蛮胆小的，感觉上蛮胆小。长大应该会是一只美猫啦，就是它好像
今天受尽了很多折磨，所以心情似乎也不是很美丽。是一只可爱的孩子，我们就一起看他长大吧。